这个戏本来第一天找我的时候，我是很希望拍，但是也有一半不想拍，因为我会带给整个剧组一辈子忘不了的苦。这样一个电影需要一个有非常大的影响力的人物来演绎这个角色。整个亚太地区迷恋了30年的一个偶像，他跟我一样要转战5个省拍摄，翻山越岭去最远最远的地方。我们刚刚开机的时候，在泉州的钟楼西街，结果我们那个炮刚刚架好，机器都还没上去，下边就上千粉丝。围观的人现在上的那有上房的，有上树的。第一天任务就没有完成，其实是很焦虑的。有很多的状况是我没有预料到的，包括粉丝的围堵。我原来想到的那个拍摄方案都是不能实现的。他们这种热情，他不是想破坏我们有时候进度，他们最重要就是在电影上面或者在镜头上面看了很久的人，结果在他们身边出现。有时候我们工作人员可能行为上面会过了火，下来全体往这边去，谢谢大家。除了要演戏以外，我们还需要在中间做这个桥梁。这一点我是没有想到，他是非常非常严谨的。都是在闹市区，都有很多的粉丝围。大家要互相去了解，然后去包容一下。我们拍戏的时候，我先不拍，我待会给你拍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正常工作，行吗？好吧。他是那么敬业的，那么敬业的一个演员。我帅不在这里，我帅在我后面的灵魂。